应该快到了。我去买面，你找个位置坐。这个人是谁啊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还跟双宁一起来？小弟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要吃什么？米粉汤。鱼圆面，辣椒多多。一样。哎，杨康哥，我来帮你。谢谢。谢谢。拜拜。那位老先生到底是谁？重复时空里的人，每天都是固定在同个地方出现，做一样的事情。他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喂 ，Ryan， 我到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已经在里面了。桌上放着一本书。没想到你就是 Ryan。 啊，其实我早上也在小贩中心看到你帮一位老人家端食物。真的这么巧？你真的是一个很热心的人。你今天怎么没给摊主钱，叫他帮你请需要的人吃免费的面？老爸，你在说什么？只是给这个年轻人一点点意见。请你不要介意，我老爸很爱开玩笑。没关系，请坐吧。老爸知道我来见你，想多了解一下保单的详情。你不会介意吧？当然没问题。你也喜欢看小王子？啊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书。真的，真没想到。怎么会没想到呢？你根本就知道，为了讨双赢的欢心，应该费了不少功夫吧？不是这样的，真的只是巧合。爸，不要否认啊，你一直重复在这一天，所以早就掌握了我女儿的行踪和喜好，所以呢，你才故意安排这些巧合让她喜欢你，对不对呢？